大家好，我是荣兄主播。从今天开始，我每天都会饮用 Kino Himizu 双生 Ginseng 强效能量滋补品。那作为滋补品，它含有两种六年的人参萃取物，就包括了鲜人参还有红参，而且它的高人参含量达到了 33.5%， 绝对能够让我养神滋补。所以今天我就开始了第一包。首先呢，在饮用之前要摇匀，然后把它打开。这味道其实有一种人参的甘甜，带有一种木香，而里头呢也含有这一个乌梅，所以呢它有一种酸甜的尾韵在里头。双生 Ginseng 呢用了纳米乳化颗粒的专利技术，那这个专利技术的效用是什么呢？最重要是它有高渗透性，能够让这个双生的营养成分完整的被我们人体所吸收。那其中的一个功能，缓解疲劳这方面呢，就有相当大的一个彰显的效用了。再来呢，它获得了两项的抗疲劳专利，所以呢，对于缓解疲劳这回事，它是非常受到肯定的。而我饮用了一个礼拜的这个双生之后呢，我也感觉到呢，其实在血液循环这方面也能够有这种舒体通畅的感觉，这是我在使用双生 Ginseng 之后的其中一个发现。我饮用 Kino Himizu 双生 Ginseng 已经两个星期了，那我的心得是一定要在早上的时候喝。你想，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可能要运动，到了中午之后呢，你要开会啊，你要工作啦。像我的话，到了晚上的8点哦，还要报新闻，10点还要做直播。那这一整天，你的能量从哪里来呢？你必须要有一些滋补品哦。所以我觉得，像双生里面所提供的非常多的一些营养啊，还有很多的这个高的抗氧化剂，都是能够补足我一天所需要的能量，让我呢充满着动力活力啊，去面对我每一天的生活挑战。所以对于所有忙碌的朋友来说呢，我觉得 Ginseng 双生所带给大家的一些帮助是非常好的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